台东芝本地区呢，在今天下午传出枪响，一名王姓男子因案被通缉。下午3点多呢，他台东刑大发现他的行迹，立即进行跟监，并且指示王姓男子要停车。而这个男子呢，却加速逃逸，警方因此对车开枪，其中一枪击中王姓男子的手背，整辆车冲撞进果园之后，遭警方逮捕后送医。从画面上可以看见，在驾驶座的车门上有清晰可见的弹孔，而这是刚刚警方为了逮捕通缉犯所开枪射击后留下来的痕迹。台东芝本地区今日下午传出枪响，据了解，一名王姓男子因为有案在身被警方通缉，台东刑警发现了王男踪迹后立即进行跟监，同时要求男子停车投案，但王姓男子拒绝下车并加速逃逸，警方随即开枪射击，而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王姓男子的左手臂，也导致整辆车冲进果园后停下，警方也立即上前逮捕王姓嫌犯，并通知救护车将王姓通缉犯送往医院治疗。你跳几几钱？上少7000。7000哦。人着几钱？敢知？7000啊，就遐哟。刚才无留意。那个王贤立拒绝下车，并加速逃逸，冲撞警方的侦防车，造成警方车受损。那警当下依指示逃逸，那立即开枪持枪制止。那在车上也发现毒品跟吸食剂哦，那警方会依照毒品及那妨碍公务依法送办。而目前该名王姓通缉犯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后，并无立即性的生命危险，而整起案件仍有待警方做后续的调查。记者陈继玲，台东市报道。